3月16日，易烊千玺发微博并配文近了。视频中千玺穿着红衣投篮，背景音乐则是动漫《灌篮高手》主题曲，十分热血。在经历两次失败后，第三次终于将篮球准准地投进篮筐的千玺显得十分满足，更有粉丝在评论里大呼：天哪，哥哥投中的不是篮筐，是我的心。